两瓶牛奶。好，你喜欢喝哪一种？哪一个？我喜欢牛奶。牛奶，牛奶。好，怎么读？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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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弯。好，这个是弯。哦，吃完了。对，吃完了。它呢？这是什么吃完了？饭。饭，饭，对对对。对，饭吃完了。喝完了，对，喝完了，他水他喝完了。好，这个呢？卖完了。卖完了，东西卖完了，东西卖完了。好，他怎么了？他哭，对，他哭，为什么呢？作业很多，对，作业很多，写不完了，写不完了，对，写不完了，他哭，写不完了，写不完了，他哭，好，他呢？吃不完了。对，吃不完了，吃不完了。好，吃不完了，吃不完了。吃，为什么我打不了？好。钱。钱，钱。好，这是。对，一角，一角，对，哦，还有一毛，一毛，哦，一毛或一角，一角，一角，对，这是角。这是脚哦，对，这是脚哦，还可以说一毛，一毛，一毛，对，那这个呢？五毛，五角，对，对，五毛，五角，好。这个怎么读？快，快，对，快，这个是一块，对，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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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这个呢？五块，五块，是的，这个呢？十块，十块，十块，十块。这个呢？二十块。是的，二十块，二十块。这个呢？五十块。这个呢？一百块。一百块，对，一百块。好，好，现在我是售货员，我是售货员。好。你好，你要什么？我要两个菠萝。一个菠萝五块钱。两个十块。十块。对，两个十块。好。你问我，你是顾客员，你是售货员。你好，你要什么？我要三瓶可乐，
一瓶可乐多少钱？一瓶可乐两块。两块钱，两块。两块钱。一瓶可乐两块。嗯，我要三瓶多少钱？三瓶可乐是六块钱。六块钱。嗯。三瓶可乐六块，好。好，现在我是售货员。嗯。你好，你要什么？我要四瓶水。啊。四瓶水多少钱？啊，四瓶水八块钱。啊，好。八块钱，好。嗯。好，我们今天的。这个，请读。哦，给。给，对，给，好。现在，你是售货员，你是售货员。嗯，好，好，你问我，你是售货员。你好，你要什么？我要可乐。你有几种可乐？我有两种可乐。啊，有两种可乐，我要。可口可乐，一可口可乐多少钱？可口可乐是两块钱。两块钱，好，两块钱，可口可乐两块钱。给你五块钱。给你五块钱。给你五块钱，好，现在给你五块钱，我们学。找钱，对，找一瓶，对，这是找。好，记着找。好，我给你五块钱。一瓶可乐多少钱？一瓶可乐两块钱。对，那你要找我多少钱？我找三块钱。对，三块，好，找三块，行，好，现在，你还是顾客啊？你还是售货员？还是售货员？好，你问我。你好，你有什么？我要可乐。你有几种可乐？我有两颗可乐。两种。对，两种可乐。两种可乐。我想要百事可乐。一瓶百事可乐多少钱？一瓶百事可乐，是，三块钱。三块钱，好，好，给你十块钱。我找你，七块钱。对，很好，找你七块钱，好。好，现在我是售货员。好，你好，你要什么？我要十个可口可乐。十个可口可乐。一瓶可口可乐五块钱。好，我十个。五十。五十，对。五十。好，你给我钱。
我给你100钱，100块钱，对，100块钱，好，好，找你50，找你50，啊，对，找你50块，对，10块，咦，我的10块呢？Sorry. 我的，你看我1块、5块、20块、100、10块不见了。哦、oh, ，对，丢钱了。钱丢了，没有了。嗯，对对。好，这个请读。收，收，好，收。现在，收。现在我是。嗯，售货员，售货员，你好，你要什么？哦，我要5个百事可乐，5个百事可乐，1瓶百事可乐，1块钱，1块钱。哦，好，嗯，我给你，我给你20块钱。20块钱，20块钱、嗯，你给我20块钱，好，20，好，1瓶1块钱，你要5瓶，好，收你20，收你20，收你20，对，嗯，收你20，找你15，15，啊，对，这是15。五，找你15。哦，好，好，找你15。哦，好，好，现在我们用咖啡，用咖啡。嗯，好，好，现在你是售货员，你是售货员。哦，你好，你有什么咖啡？啊，我有什么咖啡？我有雀巢咖啡，还有印尼的咖啡。印尼的咖啡多少钱？印尼的咖啡10块钱。10块钱。嗯，好，给你10块。哦。我收啊，我收10块钱。好，谢谢。不用谢，对对对的，对的。我每次买东西，嗯，买东西给钱，啊，都说谢谢。嗯，哦，对对对。然后。啊，售货员说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哦，对对对，没事儿，对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嗯，好，现在你是售货员，你是售货员。啊，好，嗯，啊，你好。